下嘅總決賽嘅，咁啊都係兄弟兵冠軍之爭啦。咁今日係傑志 A 隊同埋傑志 B 隊嘅，俾少掌聲先。咁我哋咧就呢屆咧，除咗其他嘅同齡嘅對手咧，殺到今日呢個決賽嘅。咁啊，究竟平時都會成日見面一齊練波嘅呢兩隊球隊啊，呢班 friend 究竟邊隊高啲咧？咁啊，即將有分曉啦。咁啊，介紹下先，傑志 A 隊亦都係著住橙色衫嘅咧，俾少掌聲。有一號嘅守護員郭崇德，二號黃日，三號黃俊，四號黃顯森，五號唐曉峰，六號黃浩俊，七號梁俊雲，同埋八號嘅董兆克。至於傑志 B 隊咧，就著住藍色衫嘅，佢哋嘅球員就如下啦，有一號嘅球員鍾朗天，二號吳卓堅，三號董信賢。兩隊都一齊嗌傑志啦，咁啊，究竟呢一隊最尾可以捧到個冠軍杯翻去啦？好，请问
嘅，咁啊，暫時都係零比零，咁啊，兩分四十秒啊，究竟呢兩分幾鐘之後會唔會一個入球可以決定到呢一場波嘅勝負咧？南山就攞翻一個進攻嘅右邊嘅界外球，咁啊，橙衫嘅傑斯隊咧，舊年係攞過亞軍嘅，唔知係因為咁樣佢哋嗰個控球啊，或者嗰個發揮好好少少，咁啊，但係咧呢個傑斯 B 嘅南山咧，咁希望喺餘下嘅分分鐘會唔會可以即係偷襲成功咧？踢咗埋，揾埋隊友先。好啦，比賽咧進入最後嘅55秒、54秒，一分鐘之內將會吹完場歸啦。今日究竟呢一場波比賽最後會點樣？似乎都係一個合於膠着啊，雙方唔可以得到任何甜頭。